看看新闻网。这样的业余冰上选手不同啊，深雪赵宏博今年将再度带着冰上盛典走入大家的视线，这对冰上康里今年又有怎样的心动呢？一起来看。2012年是深雪与赵宏博牵手的第20个年头，两人自20年前在冰上牵手成功后，就开启了这段冰上奇缘。因此，今年的冰上雅姿盛典演出中，赵宏博也费尽了心思，力图给深雪和所有观众共同带来一份惊喜。觉得这20年的这个经历啊，在我们从拉手开始呢，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很快的一个经历。你想，20年之前我们从拉手到现在，从我们的生活训练一直到取得的最后的奥运会的这枚金牌，我觉得意义非常深。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，赵宏博邀请了台湾知名歌手黄小琥共同演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发布会当天，同样入行20年的黄小琥也被这一对冰上伉俪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。这是真的非常的荣幸，然后也非常的惊喜。然后当我自己知道，这个深雪以及赵宏博他们的合作经验，还有他们如何的认识，然后如何走过这20年。然后进而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其实深深的打动我。除了黄小琥之外，韩国花滑天后金妍儿也确定将加盟上海站演出，在场也有媒体误以为李宇春加盟的也是此次活动。深雪耐心给大家解释的同时，也表示欢迎更多人加入到花样滑冰的行列中。其实我们很希望各个方面，比如说演艺界的人呀，然后包括是各位主持人呐、对呀、然后各位歌手呀，都能够上冰去尝试一下。其实我现在最最想要的就是各位现场的媒体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请你们都上冰试一下。然后希望很多人吧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爱上滑冰，爱上运动。新宇立在线上海报道。